Yeah， 完成。那我们 OK 完成二分之一了。那这个柜子完成 OK 完成二分之一了，我们就 OK 完成了。OK 完成二分之一了，这边的柜子完成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用那边的柜子啦。Yeah， 完成二分之一了。那这边的柜子完成之后，我们接下来就要用这边的柜子。